三塊竹筷啦，同埋六七條橡筋製成嘅。而家我嚟示範下點樣玩佢。首先攞另外一條橡筋比較細啲嘅，將佢箍住呢度，跟住朝一個地方射出去，記住唔好射到人啊！咁射，睇彈得幾遠啦。呢個就係一個竹槍嘅玩法，既方便又好玩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，可以喺 YouTube 上面揾下點樣製造方法。呢個就是。多謝大家。